氢能源真的有未来吗？它是不是一个骗局呢？我发现网络中啊，大家对氢能源的评价普遍比较负面，而且似乎把它和纯电动啊形成了一种对立面。我前两天在中国西部氢能源大会上听了听课啊，给大家做一些分享。先说一组数据，我国目前使用的三大能源是石油、碳和天然气，占比超过了百分之八十，而且是全球最大的一次能源消费国，超过了美国的两倍。 虽然说我们人均其实并不算很多，但是我们毕竟啊是一个人口大国。我们制定的计划是二五年达峰，六零年将二氧化碳归零。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呢，基本上啊就两条腿一起走路，一边用电，一边用氢。 简单的来说啊，就可以用电的时候呢，尽量去用电。氢虽然作为补充啊，但是它其实呢也具备很强的不可替代性。比如说它可以储存，本身呢也是能源，燃烧值比较高，热量比较稳定，在公共交通和建筑行业啊都有很大的用途。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我们是全球最大的氢气生产国，二二年就达到了三千七百八十一万吨。其他行业咱们姑且不谈啊，不是很了解。咱们就说汽车吧，为什么很多人对氢能源的印象值普遍比较低呢？ 一方面啊，我觉得是日本侵略战战略失败给咱们带来一些启发；另一方面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啊，也确实太过于遥远了。毕竟咱们家用车啊，实在是不太适用。根据二零二三年最新数据显示，全球的加氢站的总数量只有一千八百零九座，其中我们国内有三百五十一座。这大概是什么概念呢？目前国内的充电桩啊，总数已经超过了七百二十万台，而且还是不包括家用充电桩的前提之下，足足是加氢站的两万倍。 除了需求端的缺失啊，加氢站呢，其实还是有一点安全隐患的，所以它对于占地面积、空间等等有更高的要求，一般的加油站啊是满足不了的，就更别说一些比较小型的充电站了。所以说，这对于个人车主来说就非常的不友好。但是， 乘用车的不使用啊，恰恰给了商用车无限的机会。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基础设备的问题，在商用车这边啊就很好解决。公交车、大巴车、长途货车的等等的分布呢比较集中，只需要在几个固定的地点啊有加氢站即可。而且氢能源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性，在于它的电池体积很大，对于乘用车不太友好。但是商用车本身啊这个空间比较大，所以也就不必要担心这一点。 那可能会有人问了，说纯电的这个商用车也可以满足啊？那马路上跑着那么多纯电大巴呢，何必再去搞氢能源呢？我们再举一个实际一点的例子啊，比如说在重卡领域，纯电动的其实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。他们在高速的平均电耗会高达一百五十度甚至两百度，也就是说你想达到最基础的四百公里的续航啊，电池包差不多要接近一千度左右才行。这对于车重和补能来说都是极大的难题。但是相同的情况之下呢，氢能源的重卡的电池包啊，只需要纯电的十分之一左右，跟咱们传统的乘用车呢。 相差不多。其实从现在的一些政策补贴和商用车企业的一些发展方向，咱们就能猜个大概啊。未来的五到十年呢，我们一定会出现大量的新能源的商用车，来和纯电动以及插混打一个配合。那么问题来了啊，随着商用车的普及，配套设施呢也应该会逐渐的完善。那么作为普通的消费者，你会去考虑新能源的家用车吗？